大家好。由于呢，有朋友询问 Gorilla 的剪刀适不适合剪棉花，那我们这边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。那首先，这是一个棉花球的棉花，那我们直接就拿出来剪一下试试看。那这是 Gorilla 的剪刀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，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。那这种呢是比较大片的这种棉花，那我们呢也是拿一小块出来，那我们剪剪看，可以看到可以剪得非常的细，所以剪棉花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那以上呢是 Gorilla 剪刀剪棉花的测试。